1毛钱一串的小米椒，你们相信吗？这个视频不要双击，我知道你们会给。清热解毒。像水果一样，刚刚烫好的那个象拔蚌啊，倒点醋进去。芝士毛毛虫，然后这个上面这个一条是海带。我发现这个海带软了。就是软了之后就不好吃，没有脆的时候好吃。好啦，今天吃个面筋，沾头的，大口吃。大肘子粉条啊，大鱿鱼，哪个是真的？大这个番茄酱。看一下这个海参啊，被清理过之后还缩小了，因为它是活的海参。噔噔噔，我感觉夹一下还是挺好吃的，脆脆的感觉。估计这个视频吃不到，就下个视频。这个海参已经夹熟了，整个都掉里面。夹熟之后口感还行，芝士拉丝热狗啊，看拉不拉丝，老铁。哇，咋不拉丝了？假。老铁，红烧蹄膀。牛蛙啊，正面还有反面，好，不敢吃，暂停。我走了，小爸爸。行，吃面筋吧，还是？好久没吃肉了，直播把它都吃完，大狗子，哎，蘸点料。我一天内蒜料，马上直播，是方便的话来个双击好吗？好吃啊，当爹。大晚上都饿了啊，整个猪大肠吃，现在都2点多了。自己做的这个蛋糕卷儿怎么样？感觉不错的朋友来个双击，谢谢。
全都是动物奶油。超级满足。大家好，牛蛋接着吃。